觉得柯市长现在在看郭董啦。如果郭董决定今天不选，那我觉得市长大概八月底八月又一定要宣布参选了吧？我还是要选。没有政绩诚信的团队合作叫共犯结构。从譬如说我讲，我老实不客气讲哈，最近那个烟的事情，当然八个字，击毙以身，已经有练，已经过炸的啊那。他们在台湾就是卖多少钱？目前在台湾的话，他因为在台湾他并没有推像跟腾讯合作的比较入门款的规格，可是你仔细去看说，以台湾推行的规格来讲，它其实是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。跟腾讯合作比较入门的，它其实少掉了一些，比方说在散热上的优势，或者是说它可能在原厂出厂预设的一些配件，它可能就少掉了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每周日晚间《静观天下》，静天很敢讲。